总算到了。
小家伙，接下来就靠你了。我试试看吧，格萨，麻烦你把我放到节刊上。 是幻化成肉身的，只属于这。
通向巨像的路已经断了，得去羽界帮忙。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无限贪污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奇怪，这里怎么会出现秽物？要不是小家伙的血灵把我带到这儿，你们就全完了。我们原本想顺着朝圣的路前往巨像，没想到出了点意外。如果还有时间，我倒是想让你多睡。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我都不曾背叛这个世界。